腿转身过来跳，球没有拿稳，但这下确实被切了一下。高一点，不给他三分。这么打就挺稳。ARK 很厉害。南哥，南哥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2-0 ARK 领先。高一勇给到周大力。ARK 周大力连进两球，三分成串。哎呦，好球，大力！在我们今年灌篮第五季，这几位射手各位一定要记住。再防，再防，好好防。我去给你打，我给你打，好动作，别过，哦，这下，哎呀，杨文勇手更快，周大力射手，看看左侧没有投中，这边，李振成把篮板保护好，给到自己球队的机会，丁超俊四分点，哎，别这么打呀，这才左，哎呦，不是他没人爱突破，这下打板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扑了，李新南在右侧，哎，杨文勇突进来，再拆给李新南，冲击三秒，哦，小心，防住之后，丁超俊两分挑篮没中，哎呦，抛投啊，得抛投啊，他特点不是三分吗？丁超下这种球，他上的命中率很低，就是他篮特别准，但他这种球上特别低。两边不断的突分，内线的冲击，给到右侧，看看能来吗？漂亮！卢家俊，这位可是把自己和哈登做对比的球员，现在终于有得分了。防守，防守！比赛还剩下四分钟，华东师范第一次得分，现在3-5落后于 ARK。再拆到，给到外线，周大力，看看射手能不能续上，来了 ，is the ball。大力出奇迹！哇，华东才得三分，他们不会打三打三，没劲了。哎，比分领先着呢啊，3-8，现在华东师范大学落后的5分。搭档菜，搭档菜，现在往里掉，好位置。这球，哎呀，这球没有拿到，可惜了。有。杨文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也是强势自己一个三分。李家俊带到左侧，这掩护上来，并没有走这一侧。快快快，篮板球，ARK拿到。李新南，慢点，控制一下节奏，再给周大力，点开往里突进，被直接从手上拽下来。好球，好球，再过啊，再过啊！林超想打大，这机会能不能把握？漂亮！林超这一次选择突破，终于得分了，漂亮。球快速的转换，又是周大力，又是周大力，好球！周大力三 fire 连得11分，现在打开得分账户上看到的全是周大力的名字。这叫大力的人都不差呀，一个人得11分，他一个人得11分。大力的几个三分特别的优秀，然后把气势完全打出来了。暂停，11-5。6分差距其实也不大，然后主要是那个周大力他投了3个了，你们稍微就是对他压迫性大一点，让他突一突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咱们有大哥在里面可以帮你们协防。你打挡拆之后处理球，你看这个上题了。行 ，OK， 别失误。周大力注意现在头突结合，你现在一点他肯定飞，因为你现在篮准，马上有就没转移，马上去做掩护。再一个，一旦换防到中锋那儿，那中锋非常软，从那下盘开始，不用跟他上身这么顶，就从下边蹦，让他动不了就完了。加油！咬牙做一个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们防自己人去，我后上来，他不投的。好，暂停时间到，回到场上看看这个暂停之后华东师范大学的调整。来自北大的 CUBA 的冠军球员周大力在这场表现出色，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在弧顶的掩护之后，丁超突进来挑高弧度 ，nice。飞好高啊！第一手的高挑上篮，小威或许还在帮助球队追分，慢点，大力，回来了，周大力，这球能不能传出来？3秒。2秒，转身李新南 ，nice，
这一家看看前面防守人判断，护护好嘞。球没拿好，直接传给了对方，等于给对方助攻一球，为了三分，最后两分钟，丁超进来拆，哎呀，别失误了呀，哎呀，周大力的上抢的判断更加及时，15-7了，周大力再从中路的突破，上来，保护好篮板球，李正崇，丁超马上抢，不要。哎，我看这个丁超视频巨准，我还挺喜欢他那跳投的。三 v 三跟我又不一样，他的体力来回跑，他掉的太多了，心肺都不一样。哎呦，别急，你太急了。15-7，现在ARK占据着主动，他们领先着8分。丁超在这一场并没有像三分赛那样那么的神来，但是还是要继续去投，帮助球队。打住，打最后一场来，空间拉开。强侧的一打一，转身杨文友抛投，球进，球滚入篮筐，17-7到了10分的领先。王立灿，这个球传给谁？完了！你们还觉得华四卫赢了？这个球传给谁？传给了周大力，周大力拿球4分。如果这球投进了，比赛就直接结束。黑的拉人，犯规，红队球。你等一会儿，别着急。我现在走就全是机会。喂，防守，防守，看时间，看时间，两分，两分打。如果这场赢了，北区就有主动权了。现在留给华东师范大学的时间并不多了，还有73秒。不给三分，这换。好的，抢进来，李正崇，这一下球放入篮筐，赶紧出来到底角，从那里点开，往里。内线无人看管，2分轻轻收下。好球！再来！继续打，得分。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，丁超要投，还是不中？我们了。他也想证明自己。8分，只能这么说，他想证明自己的。19-9，拿到赛点，最后一球 ARK 进攻得分的话，将直接赢得比赛。2分拿下，是要最后完成打爆吗？也就是打到21分。周大力突破进来，结束比赛。漂亮！现在准备6分钟比赛。开始，拆给周大力，大力，大力。